原子少年冠军团天王星里的人气成员小孩和世华近日爆出桃色风波，未成年女网红家人也在日前提告，小孩则称双方是交往中的合意亲密关系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但小孩仍因此重创形象。随日小孩宣布将从天王星退团，透过律师发表声明，不愿个人日前造谣言诬陷一事影响其他团员，特此声明自愿退团，并提出五点怒杠帮女方发声明的许维恩经纪公司。小孩对于退团一事更无奈表示静待司法还原真相，而天王星成员也陆续在社群平台发出黑底文来致意，昔日导师昆达也同步发文表达沉痛的心情。